各位歌友，大家好！本人是百添，二顶着五洲举办的网拍，到如今已经是两年。在这两年当中，让咱感觉最欣慰的是，标得网拍歌的歌友陆续有佳绩回报，真是已有荣焉，也替因欢喜。喜讯传来，一则以喜。一则以忧，喜的是百添甲虾会当开枝散叶，进而开花结果，替甲友得到至高的荣誉，甲丰富的奖品。俗语讲了好，竞拍者以最高标准及严苛的要求，本是天经地义；拍卖者也将以最大的诚意及心态。来满足竞拍者以达付费福利。五洲十字社即届要求百添办两场网拍，但百添以最严谨的态度，把两场浓缩成一场，气无存心，精益求精，以达最高要求。即届将以甲社中连续发挥50年的实力，南北海上全面发挥的甲虾，全社精英倾巢而出，毫无保留，以达力与美的结合，艺术殿堂的响宴。最后，祝福大家未来新的一年，赛甲事业会当蒸蒸日上，成绩突飞猛进。